大家把掌声送给我们的佩莉。佩莉，有什么话想要跟大家说吗？佩莉刚刚跟我说她好紧张，因为她怕妈妈会失望，她知道妈妈在电视机前会担心。你是她最乖的女儿，她引你为荣，所以佩莉别难过哈。好，今年第六名好啊，证明明年有很多进步的空间，对不对？说不定明年佩莉就是冠军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掌声送给佩莉。我觉得今天很高兴可以站在这个舞台上，这不单单只是一个比赛，我觉得多了一个使命感。我觉得感谢大会举办这次比赛，让更多人认识闽南歌有这么好听。很高兴能够站在这舞台上，让更多人认识我，让更多人听见我的声音。我要感谢三位评审给我的建议指导，然后谢谢有这么多战友。好，谢谢佩莉，谢谢你为我们带来动听的歌声，谢谢你。我要跟妈妈讲，妈妈我爱你，谢谢。